Hello，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《我的世界》啊！我们现在玩的叫《火焰模组生存》，牛年大吉！P N，好吧，咱们现在干嘛呢？本来带点儿那个碳呐、啊，过来卖钱来了，嗯、呃，稍微卖了点儿吧，十五颗碳是吧？煤炭能这个做一个，不是买一个绿宝石，然后就可以花钱，反正是吧？稿子效率二，呃，那咱们看一下啊，那咱们就回家吧，呃，把这个删掉，对，然后回家。现在干嘛呢？咱们有了稿子，胶没有吗？嗯，我看看啊，胶对。 话还是应该是刚才那个是吧？山迪不是你，为什么你不卖锹呢？啊，锹有，可是没有那什么的钻石的，什么什么工具商人呐、啊？这个铁的是吧？是八块钱。你你当我弱智啊？这么贵呢？好吧，咱们去看一下，咱们上回做弄了两个刷怪龙啊，我看能不能刷多点，不太多其实啊，看看能不能呃，我们打经验看看，现在二十三级啊，看看能不能打出来多一点。他们出不来啊，他们个儿高，你卡哪了？过来啊！他为什么是个附魔的怪呀、啊？ 哎我的妈，下边应该铺个羊羊毛地毯，这样的话，这个经验回到我身上更应该更快一点。他为什么就停住了？这刷的好慢呢、啊，才二十四级。哎我的妈，我还不如在这儿了，我感觉。哎我的妈呵呵，应该把那个把那个什么，我看看啊，咱们做个实验啊，嗯、呃，这个是吧？给我点儿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做个火板门在里边啊。哎，你干啥呢？这样把它掰碎了啊，火板门来一个。哎，这个挺好啊，透明的是吧？呃，这玩意儿放哪儿都吧。呀呀呀！我忙呢，别过了。 来，呃，放放这儿啊，这样好好磨叽、啊、这样，嗯，我看看啊，搁这儿放着好一点，嗯，我不是啊，这个，我再去做一个去，就折腾啊，是吧？生命在于折腾是吧？这样呗，就放在放在放在下边看看，就这个位置这样呗，把里边那个 K 掉啊哈喽，这样好像他们刷完以后就能看到我，那我这个装置没白做了，因为咱们这个是有抢夺的啊，然后能刷经验是吧？快过来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妈，我有回血啊，没事，我得当个诱饵吗？哎，这帮家伙他们打不打村民？ 民呐，门关上啊！万一有什么苦力怕过来，把我这给炸了再。哈喽，刷的效率不不怎么太高啊，小伙伴们，是因为不够黑吗？哎，这样，嗯，打草二十五级，这把剑有那个经验修补是吧？我呀，应该把这个应该放在这儿啊，刷出经验了，它还能修一下。这儿我觉得吧，应该弄扣上行不行？我觉得亮度不够有点啊，不是亮度有点太亮了，不耽误他们啥是吧？那再放个石头呢？这样他们能能不能上来？ 卡住他们脑袋了吗？有点卡啊，不过刷的好像频率高了，看到没？是因为亮度的事吗？他们上不来了好像，他们能不能打着啊？哎呦，能，嗯嗯嗯，我、嗯哦、这样好像就可以过来，这好像不用了，就是掉路有点磨叽啊。那我把这 K 了吧，OK，我就扁他们呗，因为顶着他们头了是吧？我这稿子，Hello，哎呦我的妈，一身破烂，呃，我看看啊，这个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嗯嗯,嗯，掉了头颅好像是，刷的效率还还可以，二十六级了，嗯嗯嗯嗯,嗯，有没有头颅啊？破剑。 这样好麻烦呢，开了吧，开了,了吧，别扯了。嗯嗯嗯，哎呀，我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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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不行吗？净事儿，我看一下。嗯，这样他们正好看不见我，我这么站着好像能看着我。嗯，差不多吧。然后那个东西呢，咱们扔这儿吧。啊，看是吧？这破剑呢、啊，得准备一个垃圾桶了。我把那那边的破烂都给捡了啊。嗯，我看看、啊、剑不要了、哎。我的妈，都给都给捡回来了。哎，我走、啊，我走、啊，我走、啊，我走,、啊我走啊，弄干净来吧。好的，你要是嫌这么打麻烦，你就放两放两根线。 验啊！把那个自动系统打开，就把他们夹死了。刷经验有点扯呀，这个，我把自动系统还是给安上吧。这样呗，这样啊，大哥，你打我害了 OK,，OK，夹死你，OK。我看看啊，小伙伴们，他们到底打不打村民呢？呃，我是做个实验啊，咱们拿一个村民的蛋扔扔到里边，我看他们打不打村民啊？嗯嗯，村民那个呗，那咱们试试啊，我把村民扔里边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这个放哪儿？村民？哎呦我的妈！他、哎、们、哎哎哎、打吗？不打村民好像。好吧，你为什么不打村民呢？我不明白，不打不打。 啊，我把这扔了吧。呃，变成生存模式啊，咱们就有什么疑问，咱们就试一试啊。好吧，小伙伴们，我们下一期继续瞎折腾啊。这个刷怪呀、啊，不是特别的那个什么啊，不是特别的快，是吧？还行吧。